新移民华语学习网，写作，公司，工作，第二课，履历表写作。履历表结构，个人基本资料，包含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电话、住址、身份证号码等，这些基本资料必须填写清楚，以便日后能够联络。最高学历，就读过的最高学历，并注明学校科系，毕业、肄业、修业起讫年月。工作经验，曾工作过的内容，没有工作经验，可以写打工、社团或当志工的经验，注明职称及说明工作内容，帮助企业了解个人经验、特质等。专长，个人具备的才艺专长或在校所学的专业项目，以提供企业作为衡量工作领域的依据。另外，有关外语能力及领有专业执照的项目都可以填写，增加个人的价值。应征职务，一般公司对外应征项目可能不止一项，因此应征职务一定要注明清楚。履历表，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日、身份证字号、联络电话、联络手机、联络地址、email、 最高学历、工作经验、专长、应征职务。